因为我这个人哦，就是有满满的爱心。好佳哉，差一马敲着你，你搞安怎？无，真好啊，苏强哪会袂精神呢？啊，医生讲袂要紧，咱就袂要紧啦，你先莫着急吼。阿妈，我哪会袂急？医生的判断，若是有啥物差错，是会去等候着苏强呢。袂啦，啊，小强哦，为了叫伊妈妈。危险的关的所在跳落去，伊遐尼友好，天公伯啊，袂予伊一直倒伫个病床啦。也会，啊，医生都讲，医生讲少强检查无问题，叫咱免伤烦恼。啊？你去遮尼久，医生敢讲安尼尔？讲咧敢毋是真好，我才去五分钟尔呢。曹凤，帮我轻松的啦。嘿，少强精神安尼。少强。你真醒啊！你身体有倒位无爽快无？妈，你叫我妈，小强啊，我是曹凤啊，我是曹凤一边的呢。阿凤，是少强伊妈妈的来。哦，妈，看你完怎？我穿这厝白人衫吼，有价值啦。你哪会遐尼戆啦？桥遐尼悬，啊你也跳落去，万一去伤到倒位是要安怎？我无倒想遐尼济啊，你拢跳落去啊。啊，不过吼，是妈要叫我搁跳一届吼，我唔敢啊。啊，你嘛袂当搁跳啊。妈，好个仔要安怎呢？那无即世人吼，都无迄个心情搁连消话啊！你用即款方式结束你的性命，敢讲你拢袂惊？我当然袂惊，也毋过我欠恁两兄弟实在太多啊！可是用我这条命为恁兄弟的关系做一寡贡献，安尼嘛有价值啦。妈，不是安尼啦，是你共苦劝的方式，才有法度让人接受。那是你阿大号召兄弟通做，那我甲大哥一定对心肝的啦。大哥，你讲对无？是啦，你看，你好意思和阮对心肝？妈，进前你家己。我甲大哥已经救过你一届啊，这是第二届。所以高云雀女士，你的命是阮兄弟仔的，从今以后你袂当阁有白想，该当食好、困好，不准大猪大意，安尼有意见吗？我当然嘛想啊。少峰。以后你莫有麻烦恼好无？你即摆讲啥，我拢爱讲好啦。我唔敢讲，我即摆心内无怨你。啊，不过我知影，我即摆若是失去你，我心内我会更加后悔。啊，假如你若真正对我有亏欠，就请你唔通给我排这个不好的罪名。我希望你从这个亏欠变成是支持我的力量，好不好？算我求你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少峰，你哪有个老皮坏啊？来来来，什么叫做有个老皮坏？你说给你带来老皮坏是吧？我嘛唔知，我哩下水高头较忝，压力较大啦。你以前压力搁较大，拢袂安尼啊？啊是我
麻烦姚慧给你安排一个身体检查。我看唔免啊，你哦，卖让少峰又搁烦恼你，安尼就好啊。啊，周家夫人对少峰要做饭店当厨对这件代志哦，就有意见的。若是真正为着少峰好，上好，大家拢出面替少峰讲话，卖搁予伊压力啊。少峰，就像像进前讲的，我给你保证，阮大哥真正对大爷饭店做了解的，经验嘛做丰富的。我拜托你啊，你搁找你妈妈，搁参详看卖好无？同款的话，我还是搁讲一届，阮妈的脾气怎个？好啦好啦，既然你搁讲一届啊，我就想办法去考考阮妈。你莫勉强阿芳啊啦，我决定啊，我再找时间去拜会阿芳的妈妈啦。是讲你嘛真无良心呢，啊你倒咧病床吼，阿芳急到吼，目眶红记记，涂骹强要打破去啊！你干呐爱人替你协调代志尔哦？就是讲啊，你跳去救妈的时阵哦，曹凤伫边啊，看到魂拢要无去啊！你若是唔相信哦？你摸伊个手看卖啊，无的确，真嘛个冷机机。真笑人呢！知影人手冷机机，搁敢放开哦？唔得，个人捂好烧，看看呢，啊！哎，雪莉，你目视遮尼好，不如对你未来大家较好一点。我即马是替我未来的同事啊设想，来讲白英子，你明明就足欢喜，假假咧无意无意。啊，少强，跟曹凤讲话啊。啊？哦。曹凤，歹势，互你烦恼啊。啊，等我出院的时阵，我才请你食饭好啊。才请食饭尔哦，安尼你伫遮倒较久咧。啊，少强，进前给你安排相亲，你拢唔肯，啊，即摆有朋友啊，你就较认真咧。有啦，啊，恁来给我一个时间啊。那安尼你甲阿芳，要以交往做目标来发展就对啊哈。我，恁看阿芳的意思。我还有代志，我先来去无闲，啊，春英再甲我讲一声，大家再见。哦，爸，那这一招是甲我发好人卡，所以不爱搞伊。啊，人拄则毋是讲叫你春英的时阵爱甲伊通知，你哦，真正戆戆娶无某呢。其实我感觉嘲讽袂歹。你若是甲伊结婚，对你未来真有帮助。大哥，我是无想到遐去啦，啊，不过多谢你关心。我做某嘛袂歹啊！你手甲我放开！你要敲一摆，我试看卖。啊，无你是伊个啥？我是查甫人，敢会用？哦，那认为讲你个查某人计得我多钱啊？你要偌济钱做你讲啊？若无等下吼，无时间伫遐浪干，有钱你嘛无闲通开啊。钱我是无兴趣啦。啊，无你啦，你甲我做生意啦。我知影你甲你个女朋友。要用防晒凉感衣来泡个金人服饰厂啊！
不如你把你的样本要给我试调资料，要给我秘密研发的两杆布料全部交我。社长，那是你的心血，防晒两杆一定袂当给伊，我就不相信伊哦，到底要安怎？你妈恁想要啊？你把咱名客气，只是我搁较紧查你的身份，不如摕钱逍遥自在较快活啦。我搁讨教还教啊？想清楚了没？我想清楚了，你若敢伤害曹凤，我绝对有你的心比两杆一个还凉。安尼哦，然后开王爷会的。慢想，温热嫂。梅姐，少侠们过来，你快！穿兵不穿医疗，完备兵封印。等等，这是阮二哥替我的生病号的名，啊，你哪会知？你想对我哥安怎？是我啦，我啦，我啦，我是会当对我家己安怎啦？哦，进行哦，我有管的是你哦。二哥，你不记住，不记住准备冲啥？呀呀呀！啊！你唔是甲我讲哦，讲三遍的名未呼出来吼，我未当回来。我即马三遍的名呼出来，我想出来，我当然我敲锣打鼓回来讲啊。所以你的防晒两杆衣啊，就叫做 One Boy 冰风衣。嗯，啊！你好名就好名，你甲曹凤你也肯定创啥？真唔敢吗？唔敢也唔敢甲人放开。哦，二嫂，原来你甲二哥做伙设计我。人二嫂讲啊，曹凤真有艺术，看你倒咧白床顶面啊，不五分钟尔都哀哀叫啊。你咧，一生气哦，要煞插头咧，我当然要斗啥干嘛？就是安尼吼，可会当原谅啦。哎，我要惊死啊！啊，不过你唔知哦，拄只少强有外公啦，啊，真正是公公娶婆婆啦。哦，那你即摆知影个对曹凤的感觉吼？我拢讲。你是我的查某人吗？我哪会知道？那听你讲这话，感觉足勉强的。我这个人无爱勉强别人，我勉强就嘛。无啦，我其实做介意的，只是最近工作做袂用，处理过一堆代志，我才无迄个心情对你开嘴啊。啊，不过吼，你若是无爱跟我交往吼，我就去甲你拔起来。我你重新考虑。要拔话，袂当用手啊哦，都要用手指哦。阿妈，嘿哦，爱看少强，不是看我。哦，真正是做家千金，又够好生奶。少强，我看你真紧就要结婚了呢哈。看到恁两个感情遐尼好，我有一点仔希望，希望有一天少峰甲少强。会当参详安尼做伙拍片啊！哎，阿姨，必须咯，会当叫大哥吼来加入吼咱的研发团队呢。啊，是讲三个人袂去当讲是 one boy 啊。啊，袂当讲 one boy， 也无要叫 two boy 啊，还是 three boy？ 三个人爱叫 L A boy。曹凤，多谢三弟安尼给你设计，你应该袂生气哦。没啦，你安尼跟我斗三工，我应该甲伊说多谢。人讲娶某前，细囝后开上旺，希望阿峰会当帮助少强，把这个产品做起来。嗯。